装甲是坦克之所以成为坦克的第一要件。一辆坦克的车体由数百块装甲钢板焊接而成，长短焊缝多达800多条。穿甲弹击中车体的时候，每平方厘米会产生数十吨到数百吨的高压，如果焊缝不牢的话，它们就会成为最容易被撕裂的开口。很大程度上可以说，焊缝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障。